早，这个字写的是要难一点，笔画比较多。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笔画要写的短小，要的放得下，不要把笔画写的很粗。人字在一块的时候，尽量把笔画缩短、变细。注意这个点要小，对，避让。好了，这个横画不要往右边去写了，避让下面那个撇。短一点，点，然后注意这个也是要短，撇往下面去。这个捺笔用反捺，书法里面讲究字无双捺，雁不双飞。我们同时出现两个捺笔的时候，尽量有个变化，一个是收变成反捺，一个是正捺，撇刚好在这里面穿插，让向左下方写的长一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捺笔凸显出来，向右下方伸展出去，撇呢纵展。这个捺笔变成反捺收了，这个捺笔要放，一收一放，竖画垂直对着这中间，下面这个横要短，最后一个横画略微长一点，比这两个横，撇捺要覆盖住下方，也能托住上方。看一下，要宽一点，尺。上面的要小，横托住两个人字，下面的撇捺笔变成点，这个竖折往右下方稍微斜点的竖画，到这边轻轻转折一下过来，右边竖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要出一点头，两个竖的话要粗细长，而撇注意短一点，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着勾，横气竖粗，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勾上去，两个竖往左靠得近一点，右边的空间大一点，高低要变化。字注意这撇不要写太长，短一点，竖画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，横折横画要稍微细，提按向下垂直。横横与横间距基本相等，竖画要粗细长短变化，字形要写的
残方形。